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人到老年腿打颤，老眼昏花脚发软，养大儿女都去打工，我的朋友啊，一年四季见面就几天。都说百善孝为先，孝敬父母在眼前，人到了老年都不方便，我的朋友啊，他们在家也孤单呐，还有父母的恩情记心间，常打电话聊聊天，老人身体很明显，我的朋友啊，一天会不如一天呐，还有现在天气一变寒，老人在被窝把气叹，他的身边没人管，我的哥们儿啊，他也想去到外面转一转。儿女打工都为赚钱，忘记了爹妈的期盼，老人在家等咱团圆，我的姐们儿啊，他是有话不好言呐，还有人到老年他钱难赚，柴米油盐需要攒，他的生活很辛苦，我的哥们儿啊，经常回家看病看呐，还有